对不对，阿醉？阿醉，你妈最坏了。你要温柔跟她讲话。阿醉醉，好吃吗？啊嗯嗯嗯，不要一直看阿姨，阿姨很漂亮，阿姨知道。我都是笑话啊！你看她吞进去，她就会打开，所以你要等她吞进去，她吃比较慢。它是细嚼慢咽型的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大概这一碗要喂多久？大概差不多17-19天。那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。你是阿醉啊？阿醉啊！看一下。哎，你看，好疗愈哦。耐心，耐心，好吗？水莲好长哦！真的假的？你看，好恶心哦！我没有处理过水莲，这水莲也太长了吧！傻眼，比你头发长。对啊，水莲到底要怎么切？谁可以告诉我到底水莲要怎么？到底要怎么切？会吗？我也觉得，我不知道水莲它真面目这么长。你要鼓励它，棒棒！棒棒！追啊，吃光光啦！棒棒！追追！干嘛要拍我啊？智障哦！你这里面好无情，被我逼到角落。对啊，你看呐、啊，哇，嘴嘴被逼到角落去了，只剩这个位置了，没有别的位置可以走了。
是不是很期待？哇塞，你第一次炒哦？第一次炒，乱炒。你追，乖哟、哦！我真的是，幸好我也不会生小孩，我真的不适合养小孩。你不适合。好累哦。很累啊，需要很耐心啊，爱心，然后牺牲很多东西。你有煮过吗？你有煮过这个吗？但我没煮过，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。然后我不喜欢麻烦的菜，所以麻烦就叫我煮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就感觉很喜欢麻烦，那你会生小孩，很麻烦就对了。是超美，你有吓到吗？很美。哇、哦，你看，欸、很美，有没有？啊，哎、欸，流出来气势。嗯，好好吃哦。睡意被你击败了，那、啊、你不是说你要那个体验全职妈妈的一天？全什么？不要。
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，可是我已经习惯了。然后你现在已经错过他那个时间点，他就不会睡。嘴嘴，重，快点，重，重，好重哦，快点。最久是橙汁排骨，橙汁排骨真的蛮久。你煮东西会吃的吗？会啊，我煮东西没在吃的，吃味道。我不喜欢吃味道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害怕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傻眼。这几年在看那种心理鸡汤的书嘛，很多人都大发脾气，就像跟那种相处起来没有压力的，就是你知道。这个鸡肉真的是整个很 OMG 哎、欸，也是很贼超哎、欸，有没有？超厉害，第一次做哎、欸，外酥内嫩，然后味道又很刚好，那边还有柠檬都不够的热气，够吗？够酸吗？是不够酸，反正味道是 OK， 你自己试试看。OMG 耶！啊 ，OMG 对不对？超级好吃 ，NG 吗？很 G 很 G， 超 G， 好好吃啊！要求 G 耶！这每这每一道都超好吃哎！今天这个胶囊相当的就好像在吃棒棒糖，有真的有棒棒糖的感觉，然后又配上一点那个橙汁，然后那个香度又在后面串出来，肉嫩。哦，生甜好好吃哎！那姐妹煮的，哎，你沾薯条手一定要这样弄。嗯，爸爸爸爸，我要叫你。爸爸，鼻子痒，鼻子痒。得得症，得得症。爸爸。嗯，笨笨，笨笨，哦，好正哦，嗯，好吃，棒棒，棒棒，小笨笨，笨笨。哼哼哼哼，滚！嗯，爸爸，你一个人在家，你整个呢？对啊，佩服。爸爸都不会骂他，跟我骂他，他还不懂事好吗？嗯，你要说爸爸，爸爸，嗯。因为他好 Q 吗？好 Q。啊，棒棒！好好重重重重重，好重啊！得太重了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啊啊啊！好，还没拍，还没吃，吃完再拍啊啊！
得得正，嘴来嘴来，得得正，阿嘴，阿嘴啊。前面放的什么字？我目前帮我女儿洗澡，就是头发我还是都用清水，只有身体的话会用沐浴。沐浴，因为他现在头发发量还没有多到会很麻烦，所以还算是好洗。对，然后就是这样洗完之后先擦干，擦干之后呢，我就会洗脸。脸的话呢，就是也是用纱布巾，就是稍微按一下。你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先用湿纸巾把它脸稍微擦干净。然后脸颊两侧的话，因为比较容易有口水疹，我会挤一点点慕斯。一点点就好，就是稍微带过，让它有一个清洁剂洗过这样子。然后纱布巾的话呢，我都会用按压的，就是不要去摩擦到宝宝的脸，就是用压的就好。然后还有洗耳朵，耳朵的话也是纱布巾拧干擦一下耳朵这样子，上面就洗好，就是脸的部分就洗好。然后身体的话呢，就是一样，慕斯就按一次，然后洗他的身体。因为他现在就身体还小小的，所以其实按一次就够了。屁股。然后我先用那个澡盆里面的水，先把他身上的泡泡冲掉。你要吃鸭子哦，好，然后在要出浴之前，我会用清水把它身体再冲一遍。最近因为天气比较冷，所以他的脚比较干一点，我都会搭配几滴精油，一点点就好了，然后混着这个乳液涂他的脚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跟我女儿一起持续用了3个多月的沐浴产品跟乳液。那首先是这一个系列，来自日本的品牌 Coco Nature 纯粹无添加系列。我这里有3瓶是我囤货的新的，那目前我在用的在这里，这也是我目前在用的。那他们是针对新生儿敏感肌肤研发的洗发沐浴品牌，在日本是专门提供给妇产科给刚出生的宝宝洗澡用的。这系列除了水之外呢，这2瓶是沐浴类，沐浴露跟沐浴慕斯。沐浴类的只有含4种成分，那这一瓶洗发露是5种成分。那他们因为成分使用的很少，所以在研发上面更困难，要添加的成分等级也需要比较高。那这些产品里面呢，都没有添加香料、细磷、色素等等多余的成分，只有清洁肌肤需要的成分，所以他们洗得干净又不会带走肌肤的水分，非常适合皮肤脆弱的宝宝，或者是你的皮肤比较敏感脆弱的，这个系列也会很适合你。那这个系列分别有这一瓶沐浴露、沐浴慕斯、洗发露，我已经用完一瓶空瓶，所以我拿新的洗发露，还有这个护发素。大家看他们的包装是不是很简单清爽，摆在浴室看起来就很舒服。那这2瓶分别是沐浴露跟沐浴慕斯，其实这2款是一样的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于质地的不同。如果你洗澡是习惯用澡巾搓泡泡的，那你可以选这款沐浴露，它的用量不用很多，我通常都只按压一次就可以很容易的搓出很多的泡泡。
那它的泡泡又很细致，你看它这么大一罐有700ml，用量又省，所以这一罐可以用很久。那这瓶沐浴慕斯是我女儿目前洗澡在用的，它一按压就有绵密的泡泡，所以洗宝宝真的方便又很轻松。那这两款沐浴系列，他们洗完身体都不会滑滑的。沐浴乳最怕的就是洗完身体会滑滑，有那种洗不干净的感觉，他们两个完全不会，洗完不会滑滑的之外，也不会干涩，洗起来也几乎没有什么味道，所以也很推荐给正在经历孕吐的妈妈。像我怀孕前三个月的时候，闻到太香的沐浴乳啊、香水什么的，都很想吐，真的就是有经历过孕吐的人就会知道，对味道很敏感。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孕吐，或者本身就不喜欢香味太重的，那你一定要试试看他们家的这个沐浴系列。再来是这一瓶洗发露，这瓶是我昨天刚好用空瓶的，然后有吞了一罐新的，这个今天晚上就要打开来用了。那这瓶洗发露先说一下，因为这瓶里面没有添加洗细鳞的关系，所以它洗起来头发会蛮干的。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其实有点吓到，就洗完想说我的头也太干了吧，但是它搭配这一瓶护发素就刚刚好了。那这瓶洗发露一样也是少量的按压就可以搓出很多的泡泡，一样没有什么味道。重点是自从我开始用了它之后，头就很少再痒了，所以它改善了我平常头部瘙痒的问题。虽然洗起来真的比较干一点，一开始用还被吓到，不过我竟然还是默默的用完了一瓶空瓶，而且还囤货了一罐备用的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敏感瘙痒的问题，可以试试看。那记得这个洗发露一定要搭配护发素，不然洗完你的头发会很干，然后很容易打结。那这瓶护发素的话呢，这瓶的味道我也很喜欢，它有一种木质调的那种舒服的淡香，那它的护发效果也很棒。接着是这两瓶含有 99% 植萃成分的乳液跟精油，那这两瓶呢都是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就可以用的，他们是有经过肌肤敏感测试，无添加过敏成分，而且不含矿物油、合成香料、细鳞、防腐剂，所以可以安心的给宝宝使用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很喜欢这瓶乳液的味道，它挤出来是这样子，它的味道呢很像进去无印良品会闻到的那种舒服的淡香味，很疗愈。给宝宝用的话，因为宝宝身体小小的，你大概按压一次，或是像我女儿比较肉，就是需要按压到两次这样，而且涂起来清爽又好吸收，保湿力也够。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只有这种小瓶的，就是200ml，我觉得它应该要出个大包装的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小罐，没有大罐的。那这罐是精油，宝宝可以用的精油。我通常是我女儿皮肤特别干燥的时候会加一点混着这个乳液一起涂。那你平常如果想帮宝宝按摩的话，也可以用这个精油。那以上这些产品呢，这次帮大家争取到59%的团购优惠价，然后表单中也有套组的组合价，组合价呢就是比59%再更优惠这样。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买套组，真的很划算。那这次的团购资讯一样都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哦。